将军到。方将军到。这当大将军可真威风啊。就是啊，你看这个方将军的气势，这敌军一见肯定闻风丧胆啊。这位方将军的英雄气概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吗？太威风了。这你就别想了，你答应你爹要弃武从文了。就是啊，这武状元的事儿你就别想了。谁说我要考武状元了？我，你们也知道我早就弃武从文了，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。好了，既然不打算考武状元呢，就别瞎想了，别在这瞎起哄了，快跟我回客栈去啊！哎，这酒，哎呀，行了，走吧，酒。哎呀，先生，我这走。进来，番邦屡犯我大明边境，本将军率兵连连征战，从不曾溃败。可是那刘寇狡猾呀，总趁我军不备之时偷袭我城池，现在正是我军用人之时，希望各位勇谋之士参与我们今天的科举考试，高中者将收归到我方家军的麾下，随我一起征战沙场，为国效力。好。